刘贺被汉宣帝封为海昏侯后，在新的封地仅仅生活了四年就郁郁而终。2000多年来，荒唐不堪是刘贺在正史记载中的形象。2015年，南昌海昏侯墓开启，人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了这位传奇历史人物身上。刘贺的墓内除了王气浩荡的陪葬品，还有更多带史料价值的文物。那么透过这些出土文物，我们又能否解读出刘贺的另一个侧面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为您解读系列节目《海昏侯刘贺》第七集《千年后的追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上一讲呢，我们讲到海昏侯刘贺被废之后，虽然逃脱了被杀或者流放的命运，回到了昌邑故国，但是他的王位已经没有了，变成了一个身份特殊的庶人，而且呢处于被软禁的生活状态。就这样，汉宣帝对他是仍然不放心的，曾经密诏山阳太守张敞了解刘贺的情况。所幸这个张敞呢是个厚道人，他给汉宣帝上书啊，是大谈刘贺如何的不成器，这其实暗中保护了刘贺，使汉宣帝消除了忌惮和疑虑，下诏封刘贺为海昏侯。这个海昏侯可不是海边一个昏庸的侯啊，海昏是汉代豫章郡下属的一个县的名字。据专家研究啊，海呢指的是鄱阳湖，昏的原意呢是指太阳西沉，在这儿呢就借指西边。这个海昏县呢其实指的就是鄱阳湖西边的一个县，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现在的南昌市新建区一带。刘贺呢被封到了这儿，他的封户呢是4000户。我们前面谈到汉宣帝封其他刘氏宗亲呢最多也就是2000多户，相比较而言，刘贺的封户已经够多的了。那么封给刘贺4000户，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能够管理这些百姓呢？不是的。西汉王朝啊，自从汉景帝和汉武帝实行削藩政策以后啊，这诸侯王和列侯对封国都没有行政权力了，他们只能收取封户的租税。就说啊，这4000封户呢带给海昏侯刘贺的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权益。刘贺到了海昏之后究竟是怎样的心情？像《汉书》这样的正史没有丝毫的记载。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边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民间传说，说是在江西南昌附近啊，当时有一条名叫辽水的河流，从西汉的海昏侯刘贺修建的城池东北经过，与赣江交汇。这个汇合的河口呢被称为凯口，这个凯呢就是感慨的慨。为什么叫这个名呢？他记载说，昔汉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东望，则愤慨而还，是因名焉。根据郦道元的这个记载，我们分析啊，可能刘贺到了海昏县的封地之后，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经常在附近的江河湖泊是乘船游览散心。当船行到开阔的两河交汇口的时候，刘贺是遥望东方，鄱阳湖水浩渺苍茫，水天一色，他不由得就触景伤怀，感慨万千。从诸侯王到皇帝，再跌落到列侯，这种巨大的反差，他内心的失落酸楚又有谁能体味呢？罢了罢了，伤怀也罢，感慨也罢，都已经是过眼云烟了，还是调转船头回去吧。这个应该是当时刘贺的心情。因此呢，后世的人呢就将这个地方称为凯口。
我们推想，刘贺到了海昏县之后，按正常人的心理，但求平安，他也就是泛舟河湖，发发感慨而已。这日子倒也过得平静。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皇位被废之后，刘贺以庶人的身份在昌邑国胆战心惊地生活了十年。来到新的封地后，也许对他来说，能安心平静地生活就是最大的期盼。但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又一场风波再次降临，而这场风波彻底压垮了他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这海昏侯的日子还没过几年，扬州刺史就给汉宣帝上了一道奏章，说是刘贺有不道之举。这扬州刺史是什么人呢？他怎么能管上海昏侯刘贺呢？原来啊，汉武帝的时候把全国分为13个州，每州派遣一名刺史负责地方监察事务，而扬州刺史的管辖范围呢，就正好包括了海昏县所在的豫章郡。因此呢，扬州刺史这才管到了刘贺的头上。扬州刺史的检举信说，这个刘贺与豫章太守的下属官员孙万世是来往密切。这个孙万世呢，曾经就当面问刘贺，说是你当时被废的时候，为什么不坚守宫中，诛杀大将军霍光，反而任由他夺走你的玺印呢？刘贺接话说，是，可是机会已经错失了。这孙万世又预测到，说是刘贺将来要当豫章王，不会长期为侯的。刘贺说，也许吧，可这不是咱们应该说的。这些事儿呢，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建议将刘贺逮捕法办。最终啊，作为处罚，刘贺被削去了3000名户。就因为与人随便聊了两句以前的事儿，就被削掉了3/4的封户，而且还差点被逮捕法办。这个处罚可是够严厉的。我们想，这个事儿应该说对刘贺的打击是非常的大。刘贺呢，本来身体就不好，心情呢也不好，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另外呢，作为从小在北方生活的他，很可能也不太适应南方这种潮湿的气候环境。因此他到了海昏之后啊，只活了短短的4年时间。在汉宣帝神爵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59年，他就病逝了，年仅34岁。那么一生命运起伏波折，最后郁郁而终的刘贺会为自己的身后做怎样的安排呢？一座险些被盗的西汉大墓出土了大量罕见的陪葬品。考古发掘证明，墓主人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墓主人的巨大财富从何而来？史料记载，刘贺曾经是西汉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仅仅做了27天龙椅就被废黜。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背后又是一场怎样的政治博弈？刘贺一生经历了诸侯王、帝王、庶人，再到列侯的身份转换，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又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2000多年来，刘贺始终以荒唐不堪的形象存在于正史记载之中，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又能否还原一个更靠近历史真相的刘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为您揭开刘贺27天皇位之谜系列节目《海昏侯刘贺》，敬请关注。在史书记载中，刘贺的形象荒唐不堪。刘贺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在正史中存活了2000多年。2000多年后，刘贺的墓葬意外现身。在10000多件出土文物中，
除了孔子屏风之外，还有数千枚竹简和木牍。那么在考古工作者的眼中，这些文物究竟带有哪些历史信息？透过对他们的解读，刘贺的形象与史书中的记载会有哪些不同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海昏侯刘贺》第七集《千年后的追问》。中国从古至今盗墓都十分猖獗，人们常说汉墓是十墓九空啊。那么海昏侯的墓为什么就幸运地保存得这么完整呢？原来啊，东晋的时候，江西一带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这个海昏侯墓呢被震塌了，这个墓室坍塌反而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再加上地下水位的上升，墓室啊基本上被地下水淹没了。在古代的时候呢，还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技术条件，这样呢海昏侯墓就被保存了下来。那么现代的盗墓贼为什么又没有下手呢？这个海昏侯墓实行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夫妻异穴合葬的制度，就是夫妻合葬虽然都在一个墓园中，但各有各的墓穴风土。海昏侯墓园中啊，其实有两座规模相当的大墓，2000年之后，墓园中的两座封土上的杂草灌木荆棘是非常的浓密。我们从外观上看，海昏侯墓呢反倒比位于其左侧的夫人墓的封土显得要小一些。或许盗墓贼呢根据封土大则墓主人身份更为尊贵的常理来推测，因此呢他们先对侯夫人墓下了手。与海昏侯墓紧邻的是海昏侯夫人的墓葬，据专家推测，大墓内很可能早已被洗劫一空，盗墓贼先对海昏侯夫人墓进行盗掘，海昏侯墓才躲过了劫难，赢得了保护的时间。海昏侯墓之所以被发现，也恰恰是因为盗墓分子并没有成功的盗墓。2011年3月，群众举报南昌新建区的郭墩山上有人在盗墓，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对这座被盗掘的古代墓葬进行考古调查，才让在地下2000多年的海昏侯墓得以保全。而当时盗墓分子已经在海昏侯墓封土上一直往下打了一个14.8米的盗洞，并且是直达大墓正中心的主椁室。那么海昏侯墓最终又为何能安然无恙呢？一般情况下，主棺呢都位于椁室的正中心，因此盗墓贼就从封土的正中心呢垂直向下打盗洞。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海昏侯墓的主椁室啊不是一个大单间，主棺呢位于这个主椁室的东北部位。这种情况或许是当年地震墓室进水，这个主棺呢在水中慢慢漂移过去的，也有可能是为了防盗，安葬之初根本就没有按常理放置。因此啊，这个盗墓贼虽然锯开了主椁室的中间的顶板，还一直挖到了墓底，却没有找到多少陪葬品。再加上因为考古队长杨军呢听到郭墩山盗墓的消息之后啊，及时赶到并做了有效的保护措施，这才得以将海昏侯墓保全下来。正是因为这种种的机缘巧合，海昏侯墓才得以保存完整。2011年3月，海昏侯墓被盗扰之后，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历时5年的考古勘探调查和发掘之后，海昏侯墓园完整地展现于世人面前。汉代的葬制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那么做过昌邑王，当过皇帝，最后又以列侯身份下葬的海昏侯刘贺，他的墓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墓葬中的陪葬品能否反映出他的特殊经历呢？海昏侯墓的基本形制是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在地面上从上到下挖一个很深的方形的土坑，在土坑的一侧呢留有斜坡形的墓道，以方便上下。在这个坑底啊，用木材修建起一座像房子一样的封闭式的墓椁。墓主人的棺材呢，就放在这个墓椁里边。从现在已经发现的西汉时期列侯墓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列侯的墓都是竖穴土坑墓椁墓，而身份更高的诸侯王和皇帝则大量使用黄肠题奏。这个情况就说明啊，海昏侯墓的形制级别就是列侯级的，它没有僭越。从考古学观察上来说，它显示的这个墓园虽然是按列侯的规格下葬或者建立的，但是所有的这些比如礼制型建筑，包括有都城还有高大的封土的主墓、回廊型的长椁、主椁室、北分东西两室，还有陪葬的车马坑、真车马坑，所有的种种啊，它都显示了它不是一般的列侯墓园。海昏侯墓主墓室有400平方米，围绕主椁室四周的藏椁有衣祀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具库、厨具库等，另外还有车马库、乐车库，各项生活设施及用品储备一应俱全。显然刘贺为自己的身后做了充分的安排。那么从陪葬品的数量和规模来看，是不是也符合列侯陪葬的规制呢？从他的墓园，包括他的主墓的椁室结构，都是标准的汉制的列侯等级墓葬，但是他的随葬品远远的超出了列侯等级，可以说王气浩荡，大量的是王一级的东西他埋葬进去了。你比方大量的黄金，包括他的乐器，他使用的乐器是两套编钟一套编镜，这个等级呢仅次于天子，所以他的级别非常高，我估计只有王一级才能用。海昏侯墓目前共出土文物10000多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很多文物都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那么这座列侯大墓的陪葬品为何能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比一般诸侯王墓的陪葬品还要丰富呢？这些巨额财富又到底从何而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永莹继续为您解读系列节目《海昏侯刘贺》第7集《千年后的追问》。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个陪葬品呢，的确可以用王气浩荡来形容了。这个墓里边啊，陪葬了370多件金器，有金饼，还有马蹄金、麟趾金，铜钱的数量也多得惊人，估计啊有10几吨，200多万枚啊。那么海昏侯墓为什么会出土这么多的陪葬品？海昏侯刘贺的父亲昌邑王刘伯是汉武帝和李夫人的儿子，汉武帝对李夫人极其宠爱，爱屋及乌，自然会对他们的儿子刘伯宠爱有加。刘贺5岁的时候，父亲昌邑王刘伯去世，他随后就继承了昌邑王位，而昌邑国在当时又是富庶之地，他积累的财富自然会比其他的诸侯王要更多，这应该也是刘贺墓里出土的如此多陪葬品的原因之一。汉武帝是一个好大喜功、出手非常大方的一个皇帝，那雄才大略，所以他对他的儿子一定给予是超过其他诸侯王的更多的赏赐，所以所封的地方呢也相对的比较富饶。刘伯的儿子就是刘贺，朝廷当他废了他皇帝之后，下了一道命令，把他爹的东西都给他，所以他随葬品当中我说的王气浩荡，就是因为他很多埋葬的是他爹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他不可能出到现在这个光这个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这个万众瞩目的70-80公斤黄金，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刘贺虽然被废了，先废回山东，
然后又发到这儿来，他有4000户，封减到1000户，但是呢，刘贺的个人财产大部分应该是保留的。所以我觉得在西汉的这个时候，这个政治上我觉得还是比较比较宽容，不像这个后代的政治斗争这么这么残酷。汉书记载说，刘贺被废之后，上官太后曾经下诏允许他回到昌邑故国的王宫居住，而且还特别指示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就说前昌邑王家的财物都给了刘贺，他这个算是继承了父亲的遗产，相当于积攒了2代人的财富。但是刘贺为什么会把如此多的财富带入地下而没有留给后世子孙呢？这个事儿主要与汉代视死如是生的丧葬观念有关系，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具体到刘贺本人呢，他一生是命运大起大落，尽管皇太后开恩将他父亲的财物全部给了他，可是坐拥巨额财富又有何用啊？他憋屈可又不敢说，被削3000户的教训还不够吗？刘贺这胸中的快乐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消解了。大概至少从战国时候开始，这些公这些王们呢，他们就有一种想法，我到另一个世界去，我还是王，我还是公，我是皇帝，我要把这个西汉王朝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我是王，我要把我的这个王国带进去。他死后必须由他的儿子嫡长子来给他作为丧主来主办丧事啊，主办丧事，你埋葬这么多东西，可见儿子对他家庭对他非常敬仰，也非常孝顺。从这个大量的一个侯墓能埋葬这么多的东西，这就说明了他的在家里边的地位也非常高，绝不像历史记载当中宣传的那样。古人一般喜欢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呢陪葬，从陪葬品往往就能看出一个人生前的喜好。令人惊讶的是，在海昏侯墓里边出土了大量的简牍，里边有海昏侯和夫人上奏皇帝、皇太后奏章的副本。专家们推测，这些简牍还可能包含了多种的古代文献，比如医术、农书等等。另外还发现了一个绘有孔子像并题写了孔子生平事迹的屏风。刘贺的墓里边为什么会陪葬这些东西呢？我们在正史的记载里边看到刘贺的形象都是荒唐不堪的，这些陪葬品能否让我们看到刘贺的另一面？像那个西史，现在我们基本上来看呢，应该是他看书读书的地方，就相当于书房一样。我们第一个可以，刘贺喜欢看书，尊儒，因为孔子屏风，尊儒，高雅的生活，喜欢那个下棋，喜欢美食，而且音乐，因为有琴箫瑟、编钟编磬这些东西，等于说从这些方面可以构成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与文献记载没有记到的，从另外一个方面的另外一个侧面的刘贺。他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广泛的爱好，但是缺乏政治经验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悲剧人物，就绝不像历史记载当中所记载的那样荒唐。我们的历史记录都是被胜利者所写的。从2011年3月到今天，5年的考古发掘，刘贺墓内共出土文物10000多件。随着对已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工作者们很可能会解读出更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历史，
而史书记载中那个荒唐不堪的刘贺形象也很可能会被重新书写。刘贺死的时候只有34岁，在异乡的土地上郁郁而终，从19岁接到以太后名义下发的诏书，意气风发地进京继位，到同样是太后一纸诏书废去帝位，短短的27天里，命运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逆转。他的悲剧除了没有政治智慧之外，他的爷爷汉武帝建立起来的中朝制度也是导致他短命皇帝的重要原因。此后他的人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34岁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不过他能够以西汉第一等级的爵位列侯的身份在江西南昌度过余生，并且是得以善终，也算是够幸运的了。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位先人，正是他为身后的安排，让我们有条件在2000多年之后得以了解西汉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丧葬制度等等。另外还有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好，海昏侯刘贺的传奇人生呢，到今天就讲完了。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再见。万历皇帝想册立宠妃的儿子做太子，不料却遭到顾宪成等大臣的强烈反对，惨遭罢官。政治生命已经终结的他，通过兴办东林书院，又如何成就了一批影响明朝政坛的东林党人？下期节目中，程万钧将为您精彩讲述立太子、大臣叫板皇帝。